近日，戚薇和李承铉夫妇参加了某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，李承铉首次挑战给戚薇化妆，戚薇翻白眼，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。而此前，戚薇的女儿 Lucky 也曾在节目中翻白眼，母女俩的生无可恋的表情简直一模一样，让网友感叹基因的强大。非凡娱乐，时事。